接下来呢，哈，厉害了！现在哈，大家应该都是在 work from home 嘛，对不对？已经是一个 new normal 了。从去年的 MCO 开始，大人 work from home，小孩子就 online class，这样子。还有谁？阿公阿嬷现在也要开这个 iPad 电话来看直播啊，去追新闻。今天的疫苗又怎样怎样？然后那个 COVID 又多少？很关心啊。所以每一个人。不管是老的、年轻的，全部都是在看着这个荧幕啊，看到每个都是金睛佛啊！当然，我们也知道啦，长期这样子看这个屏幕是对我们的眼睛不好，会有很多的这些疾病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FB、Facebook 讨论的都是这个 BTS 啊，之前的 Madonna 很红嘛，BTS 不用紧，我们爱康也有一个很 hot 的产品是什么？对，Gummy Vision，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，诶，Gummy Vision 是什么？是蓝色的、橙色的，什么颜色？不用紧，我们将会由接下来这一位来自东马沙捞越的讲师，他会为我们一一的揭晓这个 Gummy Vision 的独特之处。而且哦，这位讲师他也是感同身受，他也有孩子上 online class，然后他自己也是有在经营这个网络的国际事业，所以他也是。有视力的问题，可是听说他吃了这个产品很厉害哦。不用紧，我们事不宜迟，把这个接下来的分享交给我们的这个 Diamond 讲师精华，掌声欢迎，打上掌声。谢谢美女光临，这么棒的推荐，大家晚上好，我们又在这里见面啦。其实在这里见面，说给大家来讲，我们都是最安全的，对吗？因为我们不需要戴着口罩。那请问线上的朋友们呢，谁是一起身就开始拿手机的？如果是的话，请打个一。来，我们来个互动一下。我们处于刷屏的时代，对吗？因为我们一起身，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查看信息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新常态。就算是小孩、大人以及老人，就像我们美女光毅刚才说的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呢，已经来到这样的时代的时候呢，是大家都避免不了了。我们很努力的在刷屏。是否常听说过？很常有我们听朋友说起手机进水了。那我本身其实也是一样，我呢第一次把手机掉进水里的时候呢，慌张到不行啊！因为怎么？因为我把手机带进厕所，我朋友就笑我，他说：“请问哦，你把你的手机带进厕所，有帮你带来多少利益啊？生意上的利益？”我就告诉他没有啊。然后过后呢，第二次我又是把手机带进浴室，然后过后呢又把它掉进水桶了，所以我已经变成。真的是不会再敢把我的手机带进冲凉房或者洗手间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所以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都已经机不离手了，机不离手。所以哦，我们现在看一看，当我们正在处理个人或者工作的时候呢，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使用超过多的一个电子产品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拥有一台电脑，或者呢，我们也拥有多的一台手机，甚至有些人呢，他们可能拥有更多，他们可能一个人拥有两三台的手机哦，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新常态。再加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，这一个 COVID-19 开始呢，使用手机上网的频率也已经大大增高了。你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人们使用这个数位媒体已经创下了最高，历史上的新高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如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哦，小孩因为整年的COVID-19 的关系，我们都关在家，所以呢，小孩都用手机和电脑来上网课。那大人呢，比如像我们这样呢，我们都用着手机以及我们的电脑来帮忙我们处理事务。那其实呢，我本身的手机是没有任何一个游戏在里面的，哈，没有任何一个游戏在里面。但是我也是每天都在刷屏，然后。老人家呢，就利用手机或者电脑呢来看戏，享受娱乐。这样子呢，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我们已经不能够阻止谁不去用手机。可是要明白，这样的关系呢，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知道保护眼睛，免受这个紫外线的伤害，对吗？哦，如果我们出去的话，就比如我驾车，我出去的话，一定会戴上我的墨镜。
所以以前呢，我只拥有一副眼镜，那就是墨镜。我很怕那种强烈的光线，所以呢，我驾车呢一定会戴着墨镜，不是我代表我很酷，而是我很怕那种光线。但是呢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每天使用的电子产品呢，其实它都隐藏了什么东西。其实呢，它就是成为我们眼睛的最大的一个敌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源自于来自这个有害的蓝光。请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听过这个蓝光？我觉得我很多很多年以前，当我还不这么努力刷屏的时候，我们的智能手机没有这么使用率，没有这么广泛的时候呢，我都听说过这一个蓝光眼镜，但是我听到的价钱，当时我会吓一跳。所以呢，后来就因为我本身没有这么努力刷屏，然后我也没有近视眼，所以呢，我就不会去关注这一个蓝光。那当爱康公司推出抗蓝光面膜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们的皮肤也是害怕这个蓝光，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关注这个蓝光。那我们却忽略了，也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每天使用的东西呢，其实它发出的有害蓝光更是我们不知道的。那因为我们滥用以及过量使用这一个电子产品，导致我们的眼睛呢，接触过多的蓝光。其实长时间对这个电视呢，或者电脑呢，或者我们的手机呢，它对我们眼睛造成非常大的伤害。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，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它。当我今天戴上这一副眼镜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戴眼镜的朋友呢，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快乐，因为这个眼镜压住我们的鼻梁，我都觉得起初刚戴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舒服。其实我是面对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，我可以戴着眼镜，但我一没有接触这电子产品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把我眼镜拆下来，因为我还不是很习惯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能够体会所有戴眼镜的朋友们啊，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啦，从2021年以前，那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最自豪的器官就是我的眼睛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照顾得蛮好的。我同学都戴了近视眼，我却没有。我大学毕业以为我要佩戴眼镜呢，我也不需要。而到了最近才开始，对，我戴眼镜以前呢，一直问着李康戴眼镜的感觉怎么样，他说别被这一副眼镜骗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蓝光的危害。蓝光来自于我们的电子产品，它不利于我们的视力，随着这个视网膜的死亡，那会导致我们黄斑变性，并导致我们视力模糊。对，这个我亲身体验。1月、2月的时候呢，我开始觉得我看手机的时候，我的屏幕都给我感觉不清晰，然后呢，它会导致我们中心的视力盲点会越来越大。还有呢，吸收蓝光的视网膜会导致这个氧细胞转化成有毒的分子，哎，它会杀死感光细胞。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其防止这个吸收蓝光的能力也会变弱，就好像器官变弱了，从而导致黄斑变性。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着手机、电脑、电子产品。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一个蓝光，它无处不在。蓝光呢，就普遍呢存在于这个阳光和人造的光源之中，它比其他任何一个光的可见光的发出更高的能量。因为我们都在使用着电子产品，然后这疫情的关系，时代的转变，新常态之下是无可避免。其实专家说，一些慢性疾病的眼剂呢，与过度暴露于高能光是有关的。白内障，我们其实就常常听到，对吗？以前都是很多老人家他才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。那黄斑变性呢，是因为有害的蓝光穿透黄斑色素，并伤害我们的视网膜。所以呢，这一个蓝光又不容易被眼睛过滤，所以它可以穿透眼睛的深处。看到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会很想鼓励自己的孩子，很想好好告诉孩子，千万不要沉迷于玩手机，眼睛是最重要的器官。如果今天尝试，我常常因为看到小孩这样子用手机，我也很担心，常常会告诉他们说，请你现在闭上眼睛，你试看看现在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。我很想让他们知道，眼睛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，没有了好的视力就很辛苦。戴着眼镜虽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还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到的。
难关它将会给我们带来短期影响或者长期影响都有。视力模糊，短期的呢，我们会感觉到视力模糊啦，轻微头疼，然后视觉疲劳、眼部过劳，还有干眼症。其实呢，在1月、2月、3月的时候呢，我这些问题都有了，我只是没有感到轻微头痛，因为可能我都吃着蓝藻。那长期呢，长期下去呢，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损伤啊，视觉性能力变差，白内障疾病、老年性的黄斑变性，还有青光眼。我们常常知道的就是青光眼啦、白内障，对吧？现在有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我们与电子产品接触太多，蓝光导致我们眼睛受伤害。然而，我们因为这个蓝光无处不在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由内而外自然的过滤、保护和重建我们的眼睛细胞受损，以让我们的眼睛得到健康的视力。其实有很多方法的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防眩光屏幕保护膜啦，或者使用这个蓝光滤镜，我还没用过，或者佩戴这个防蓝光眼镜。那就像我现在戴着的，我是朋友推荐，我赶快去配一部的。那最重要来到，就是因为需要有一个营养补助品，它必须含有这个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个成分，它才有帮助我们的眼睛 Gummy Visual 闪亮登场，为我们的双眸健康带来乐趣。噔噔噔噔，大家吃了吗？我吃接近要一瓶了，我大概每天吃吧，一拿到我就吃了。哦，你看也吃了哈。对对对，我起初呢，朋友问我什么味道，我说，因为我其实我知道，觉得它跟 Gummy C 是差不多，因为我很少喝 Ribena，不知道黑加仑子的味道，哈、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是选择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？因为这两个成分是重要的，给我们的眼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构成了黄斑的大部分色素。它黄斑呢，就像一个天然的内置太阳眼镜，帮我们中和这些有害光线。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这一些自由基的伤害，保持我们眼睛的清晰度。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，是因为我们人体它无法自然生成，所以呢，必须从日常饮食中摄取。它广泛呢，都是在深色的叶类蔬菜里面，比如这一些菠菜啦，或者花椰菜啦，这一类蔬果中可以取得。那其实呢？我们成人每天饮食中呢，摄取都不超过2毫克的叶黄素，以及也少于0.32毫克的玉米黄质。但是根据专家的建议呢，临床验证，他是说我们必须要摄取10毫克的叶黄素和2毫克的玉米黄质才是最好的。那从天然的600多种胡萝卜素中呢，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类呢，是唯一的一个类胡萝卜素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眼睛，以及帮助我们的眼睛过滤这些有害的蓝光，所以它是最强效的抗氧化剂以及天然的防光蓝光防御，所以还好过我佩戴这一副眼镜。为什么选择我们的 Gummy Visual？相信大家都有吃过，然后味道非常可口，对吗？第一，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全天然，大家都喜欢是天然成分。这个叶黄素以及玉米黄质呢，它是经过独特的纯化工艺，并从我们的万寿菊花中萃取，然后它每颗呢富含有5毫克的叶黄素以及1毫克的玉米黄质，又不是非因非它又是非基因改良的，所以绝对是天然的。根据这个美国眼科研究所啦，它推荐的最好的比例配置呢，对我们眼睛那就是5:1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的比例。所以呢，它就是完美的符合了人体的自然平衡，所以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了，对吗？我们真的很幸福诶。来看一看 Gummy Visual 如何运作，最重要它就是因为可以过滤、保护以及重建。记住哦，一二三，过滤、保护以及重建，它可以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，然后呢，它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氧化损伤。再来，受伤的细胞，它帮我们重建。如何看看它？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过滤啦。这个萃取于万寿菊花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，是天然的蓝光过滤器，natural，对吗？天然的，所以你看，就把蓝光挡在外面。看看图中显示哦，然后呢，叶黄素就是蓝光过滤器，filter，对吗？
哦，你看我们这个测验没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，蓝光完全穿透。但是临床剂量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，它就可以完全的吸收蓝光。所以哦，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，来到这个保护，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以及减少眼部发炎。说到这里呢，其实在1月、2月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眼睛也是发炎了。我自己不知道嘛，只觉得眼睛不舒服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小孩都会告诉我："妈咪，你的眼睛红红哦。"我白色的部位呢，它就变成红色。我自己都觉得眼睛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就对了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是成分呢，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它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这个氧化应激和自由基的侵害。眼睛发炎呢，或者眼部炎症呢，可以导致许多问题，就是白内障啦、青光眼、视网膜脱离等等，也可能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。这个恐怖了，对吗？所以可以想一想，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视力没有了，是不是很不幸？然后是不是也很悲哀？真的很悲哀。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，请大家都要照顾好我们的眼睛。尤其是我们的小孩，因为他们还不懂得控制，他们拿手机就是一天的，所以呢，叶黄素又可以减轻这个炎症，所以还可以防止我们眼部炎症所引起的伤害，达到了保护的步骤。那来到第三，它如何重建呢？摄取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，它可以增加黄斑色素的密度，重建我们受损的细胞。当这个黄色密度越高的时候呢，黄斑色素它就可以减低我们患上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风险。老少咸宜，我们爱看公司推出的软糖是老少咸宜的 Gummy Visual，这样子你看哦，就像我们的 Gummy 是一样，它非常好吃。最重要就是从小孩到大人都可以容易服用的。然后呢，年轻人觉得又不觉得他是在吃药，因为一吞就好了，就像吃糖果一般。也不需要配水，用水配服啊，所以很容易。然后呢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哦，容易享用。Gummy Visual 东西讲得这么好，我们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国际品质认证。对哦，我们得到这个安全食品全球食品安全标准认证，我们也有这一个 GMP 认证。我们也拿到这个 ISO 认证，还有这个 HACCP 食品安全认证，也是哈拉，所以我们的土著啊，我们的穆斯林朋友呢，他们也一样可以服用。那如何摄取这一个 Gummy Visual 呢？儿童5岁以上，我们鼓励他们1到2颗的软糖。那大人呢，就2到4颗的软糖。我本身也是一天服用2粒，那我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见证一下吧。我以前从小到大，我不曾戴眼镜，对吧？我是从4月多开始戴了这一副眼镜。那还没佩戴眼镜之前，我每天回到家，感觉眼睛很干很痛。然后呢，我就以为说有一点风啊，就是我的舅舅的经验告诉我，眼睛不舒服，我们去找一些姜片来贴一下，对吗？但我每天回到家，我的工作就是去找姜片贴来贴我的太阳穴。那贴了过后呢，会让我的眼睛舒缓一下，但是过后它就脱落了，对吗？像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因为我的眼睛很不舒服啊。幸好我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会好跟我的朋友分享，朋友呢就会顶一下，那我就去测试我的眼睛，过后呢就佩戴了这副蓝光眼镜。原来这一年以来啦，2020年到这个2021年，我的眼睛视力退化。因为这一年我真的很努力的在使用着手机以及电脑来做事，所以当我看手机的时候呢，其实视力相当模糊的。佩戴眼镜过后，我以为我的情况会改善，可是呢，我回到家2、3天，我也是要去找一些姜片来贴住我的太阳穴，让我眼睛舒服一下。原来戴眼镜呢，并没有对我的眼睛帮助很大，只是有一点点的帮助啦。但过后呢，我开始服用这一个Gummy Visual，我1天2粒。然后其实呢，我刚刚戴眼镜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一种习惯说，哎，拿着手机就拿眼镜。那一天应该是第6、第7天吧，我就看到手机就拿起来，当时我没戴眼镜，哎，我觉得我手机的画面比较清晰啦，
哇，当时多么开心！我只是吃这一个星期，它就有这样的效果了，所以我相信它可以帮到非常非常多的人。就来看一看我们的综合保健益处，我们都认识这一个 Gummy C，对吗？也是很好吃的哦。我从来不吃软糖，结果最近就跟软糖打交道。哦，我们的 Gummy C 呢，又有这个500mg 的维他命 C，还有我们的 Zinc。所以呢，专家说高剂量的抗氧化维生素呢，如贝塔胡萝卜素、硒和铱和锌的组合，它可以降低34%晚期黄斑变性的风险。所以哦，记住记住，我们这个 Double Gummy 呢，就是我们的双宝，一定要记得服用。所以来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。Gummy 就相对其他眼部健康补充剂呢，这里有一个 screen，大家可以借屏留起来，你看看它的产品配方。5:1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它是完美的比例。然后呢，纯天然的配方，然后是软糖形式，每个人都喜欢吃，小孩、大人、老人，大家都喜爱，容易吃。戴在就像我一样，你看我今天都，其实我用这电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它在一起的。我很想，因为我眼睛，我不想要我的眼睛出现太多的毛病，毕竟以前它是好好的，嗯。所以我也是滥用了手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会好好照顾我的眼睛。还有这一些很多的见证分享，那就是这些我们的朋友 Angela，她不会感到头疼、眼睛不适，或者呢，有些人的干眼症获得改善啊，然后眼睛不容易有干燥的感觉啊，我也是，对光线敏感得到改善，眼睛呢不再感到疲累。对的，眼睛累的时候，就像我以前也是一直要搓眼睛，因为眼睛很痒啊。然后呢，其实最重要是美味可口，吃了哦，我们的见证是多么棒，眼珠都可以转正。还没结束之前呢，其实呢，在这边目前公司推出了这一个double incentive，因为呢，公司给了我们 incentive，他又给我们现钱哦。那我们做 appoint 的时候，单单是 video 的话，公司就会给我们300块。在这样的行情之下，公司还会多给我们，其实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我们都想要荷包满满，所以呢，这个产品又可以帮到这么多的人，所以呢，多做一点，多赚一点。如果做到3分，就可以多拿300块，除了我们拿的 LRP incentive。所以哈，因为父母都很爱孩子，他们是一定会让孩子好好保护他们的眼睛。我呢就是这样子，其实我还没真正出去分享嘛，因为最近都是敏感时刻不能够乱跑，那我只是把它放在面书呢，我的一些旧顾客啦、新朋友啦，或者亲戚朋友啦，他们都开始问我的 video，那我这样子的通过 social media 呢，就已经出了一套1588，然后呢也出了6+1、6+1的配套，其实呢朋友们也是很多，他们都是 close 到了。其实现在应该是存货都不多了，因为卖到这样凶，所以哦，我觉得哦，这个产品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，尤其是我的小儿子，他很挑食，我给他 Gummy Video，他不要，可是他这是对电话最喜欢的那一个，我不想他的眼睛以后会变到很惨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一直鼓励他吃，所以他从昨天开始，他也懂得吃 Video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你不能控制看手机，那你必须要告诉自己把这个 video 吃下去。所以哈，身为父母的都应该把这个 video 带回去给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的眼睛拿到最好的照顾，保护好我们的眼睛。眼睛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。哦，真的，我很喜欢我的眼睛，因为以前我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，如今戴了眼镜，我很体会到啊，戴眼镜不容易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戴着眼镜分享，是因为我的孩子两个，他要求我，妈咪，你戴着眼镜分享一次，所以我也成了试眼族。不过呢，真的很感恩，因为公司推出这么好的产品，它除了帮到我，也帮到所有的人。所以今晚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OK，谢谢 Diamond 精华这么棒的分享哦。